一进场马上响起友谊之歌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获党中央提名后首场公开活动，民力任务队联合布达典礼，全场破千人出席，也被视为大型挺侯大会。对决赖清德有信心吗？审核郭台铭有信心吗？不管是谈对手还是问郭董，侯友宜没多做回应，致辞时也放大格局。我们随时让我们自己做好准备，面临很多的挑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守护新北市的市民的家园，让新北更好，让北台更好，更重要，让台湾更好。毕竟是最熟悉警政场，活动尾声又是握手又是击掌，侯友宜人气超旺，有人高喊市长好，有人帮加油，怪的是就是没人喊动算，就连侯友宜抵达前被视为侯家军的议员也互相提醒，侯友宜动算加油了，先加油加油，现场气氛是很热络，一样还是以侯市长称呼啊，并没有造势啊，我看不出了什么造势，只是大家很热情啊。原来据了解，活动前主办单位收到通知，要求现场人员别喊动算跟总统好，就怕受震现场变造势场，违反行政中立，让侯友宜出现首日就落人画饼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廖永军 S 小组新闻报道。